你们好，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，对中国的文化很陌生。我以前觉得中国的社会不平等，也不开放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认识很多台湾和香港同学，他们都很开放，好像受了很多海外的影响，而且他们也认识很多日本的文化。后来我上中文课的时候，我渐渐觉得中国人其实也很开放，我也和很多中国学生成了朋友。中国有很多特色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不可以只看表面，我得多看中国内在的特点。